啊，应该是吧，因为第一的客人就是坐那里啊，我们已经坐了，每次都来了，对啊，今年就来单推门啊。小狗，你出来一下。哦，我来这么久还不想，没有注意过它是小狗。不睡觉。红酒番茄牛舌炖饭是23，是最划算的，要吗？加蒜辣味鸡就好了，单点嘛，哈、哦。单点。对啊，牛舌炖饭是套餐，加蒜大味鸡肉意大利面是单点，然后再一个沙拉嘛，这样好不好？480而已。那鲑鱼还是香煎小卷？我喜欢吃鲑鱼。好，那就鲑鱼了。115，然后加蒜大味鸡肉意大利面145这个，好、哦。一个红酒。红酒牛舌炖。套餐。我要单点一个香蒜鸡肉意大利面。香蒜鸡肉意大利面。我要单点。不要翻译午餐费。然后再一个。鲑鱼沙。鲑鱼沙。套餐的要红茶跟面包。面包跟红茶。对。冰的。冰的。礼拜五要十一点出门，很伤脑筋啊。早一点吧。对啊，六七点就要出门。七点才拿下，六点多就要准备出门，准备塞车，然后出发赶回。礼拜五啊，就是买一堆沙拉，然后礼拜六就吃这个。然后礼拜五就是吃沙拉。对啊。加蒜辣味鸡肉的加点，应该可以。你好机车哎、欸，那我以为他在骂我。刚你好凉面是在骂什么？他在卖凉面的。哦。我们要牵手，我也要牵手。我也要牵手。刚才我隔壁那个也是、啊。都要牵手，他们两个是学生吧？刚才隔壁那两个。对啊，他们也是牵手、啊。我们也要牵手啊。这基隆这种机车走来走去牵手怎么会出奇呢？他们最看怎么牵的啊？啊，你看又都外过来，这怎么牵手啊？你看，要变成这样子。这是要斗鸡脚了吗？啊？斗鸡脚。斗鸡脚，好啊。几节？先剪指甲。我再斗手掌。那我是走过去买豆花就好了。那你去买，我去开车啊。那你知道怎么走吗？我也没有。我不敢保证。我泡菜是在这边买的。我要半斤白菜。跟那个菜桃的呢？菜桃你要吃吗？菜桃好吃啊。前面也喜欢吃这个。对啊。
妈妈现在舍不得跟你分开嘞，可以跟你一起走吗？那你再跟我去买那个。那我们自己再走回去哦。对啊。哦，我去开车来接你啊。好啦，拜拜。妈妈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信义市场，是刚刚夫人买的泡菜。上班了哎。要有电视机的泡菜。现在才12点，已经吃饱了。然后走过去，刚好车子停一个钟头，路边不晓得没有被收费，可能会被收一张吧。刚刚妇人问我说会不会迷路，现在很尴尬了，我忘记我车子停哪里了，好像是警察局这附近。基隆哪会迷路啊？哎呦，应该是这一条没错吧？警察局到了，有有看到我的车了，30块，回家。刚刚买泡菜的地方，看来我没有迷路了。喂，哎、我在等红绿灯。哦，好。等一下就转过去了。好。不要不要，拜拜，因为这个电话又不用钱，台湾资讯网内互打又不用钱，你为什么要跟我拜拜？哪里讲那么久啊？啊？男生不是九？男生不是九点比较好吗？啊？男生不是九点比较好吗？啊，你一定是迷路吧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好不好？哦，等一下过，我等一下给你过站不停，我跟你讲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我都已经在排队跟人讲。是啊，大家可以吃2天对吧？礼拜五、礼拜六的。他想说该怎么样？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哎、欸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哎、啊，记得订阅啊！好，拜拜。你要不要放进来？这个。不要，知道了。放进来才可以牵手。